分之一强。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，小梁哥。嗯，你有没有觉得身材对男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？哎，不是嘛，男女交往贵在真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又要工作又要应酬，然后还要去练身材，你们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醒了没？好好讲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你们女人为了我们男人，就是去减肥、去运动，那我们男人也要做一个啊，男为悦己者容的人，我们要当一个美男子哦，是不是？身材是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如果身材好的话，女生看到你，荷尔蒙就会加重哦。欸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不只是男生哦，在街上会看女生，女人在街上啊，欸，也看得很凶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呢，请到了三位看最凶的，欢迎三位女人团的代表。我觉得在你身上不止那个身材重要，发型也很重要了。发型很重要啊！他今天都很俊呢。我就是坐在那里而已，我没有 order 哦，我就是坐在那里而已。我们那个发型师马上自动帮我弄成这样的发型。所以怎样是？不能说两边。我觉得要喷多一点定型。小梁哥，你怎么现在看像狄志杰啊？哎，狄志杰也不错，人家起码帅哥。你后面那整罐换成定型液好了。对，讲到看男人，对不对？你们第一眼看的时候会先看男人，比如说我看一个女孩子走过来，我一定先看她的心。第一眼要看她的心。你这说话，你说话。他刚刚讲的是胸部的意思，因为心在胸部这儿。对，没有摇。哎，我是看心啦，三位是看哪里？我们也是看心啊，男生一定要身材好啦。啊，对，钟平哥应该是看心。今天真的不用做效果，好不好？直接讲就好了。来来，看哪边？看哪边？大腿。哦，真的吗？大腿怎么样？我不喜欢大腿太粗，好重型。哎呦，好细哦！你看大腿好细。看得出来大腿细或粗吗？一定要有人在旁边比较吧。大腿很细。所以以小梁哥的比例，他大腿算不粗，是不是？是有点短。对，是有点短，还好啦，因为我们高嘛，人家说高就六十分了，对不对？你高吗？高一八零。高，那你身材五五分哎。你多少？你先站着看。啊，你冷静。你是你们的店长，凶吧？对不起。不是，哎，不是开场十分钟，这一罐就喷完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瑶瑶，我们听一下年轻人的这个看法。我觉得首先一定要看身材，但是因为你知道，有时候走在路上。他也许穿的比较宽松，你会看不出来，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手背的线条很重要。那穿长袖怎么办？但是因为长袖它袖子不可能宽得很夸张，对，它那个线条是有的话，你就觉得说这个男的有在做事。有些男生一转这边有不顺，有没有？但是这样，不知道。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很容易看出来。对，还有一些人他们专门一年四季都是穿无袖的，也有这样。对，因为袖根本就是穿不下去啊，就很背的那一种，撞到这边那个袖子根本无法。对啊，像潘老师潘若迪，你什么时候看过他穿过有袖子？哎，真的，你看这种就是永远无法参加正式场合，因为他没办法穿衬衫。因为你们刚刚讲的是部位嘛，我们现在讲说形象。就是说比如说这样什么样的人，比如说我们觉得男生觉得安杰丽娜裘丽，她那个嘴唇很厚，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很性感？你们有这样的象征吗？比如说哪一位杰出的人士？最近金秀贤啊，金秀贤不要看他这样子，他下面那个腹肌。金秀贤你怎么指我？很多心了，很多心了。哎，这也要喷啊！我要换地方站了，我现在跟你站在一起。哎，金秀贤怎么样？跟你完全不一样啊！他的腹肌，哦，有。你是说因为他那个洗澡的那一幕吗？对，然后他之前还有一部电影，他里面也是，你知道吗？他倒掉的，然后他那个腹肌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好看，所以男生漂亮又看起来很稚嫩，对。所以我知道，女人们最喜欢的是男人们有腹肌，腹肌要有腹肌。腹肌一块的可以吗？不行，干嘛呢？你这有点凸哦。一块比较集中，没办法，男人有力量。女生不是就是一生在追求就是集中。
怎样？那是在上面一点啊。对啊。哎，那我们浩然姐呢？浩然姐，我喜欢像宋承宪那种。哎，好帅！因为他在那个有成熟的韵味了。对，就是说男生外表穿的衬衫，你感觉不出他里面有练。对，他也不会练到衬衫是开的，没开。但是当他一脱，哎，我衬衫常常也很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是太绷，太紧。那个肥胖肌肉太多。你可以换大件一点。银针不能好好的。我跟你讲，美国的那个谁啊，那个 Bradley Cooper， 哦，性感王，帅的，就是他那一种型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属于精瘦型，所以我觉得黄立行是一直我觉得很棒的。黄立行，黄立行太瘦了嘛，他好像有练有一点，对对，他也是有一点肌肉，他就是真的是精壮型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棒。对啊，哎，你怎么还在？那边的下午茶大概喝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讲归讲。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节目重金礼聘联合国新男争霸战，要来给各位品乓姐。对，这个时候我要站回去，好不好？大家一一品乓。第一位，让我们欢迎杰克。杰克，来自澳洲，腿啊，189公分，78公斤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刘二群的面具？就是说，因为有的人哈身材练得很 fit 很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脸面具一拿下来，你会哇！你看看他的腿在你的哪里？那腿好差，189公分。不是啊，你上次帮我借低腰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发现你说不要，没有可以聊。我发现我的身高配189也是可以过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很搭很搭。你们现在最满意是他看起来，你们觉得你们满意哪里？我觉得他腿长跟肩膀，还有嘞，肩膀，还有嘞。他手臂线条还不错，而且重点是他看起来就应该会是个帅哥。而且他很优秀的是，他是上身好，腿又细，脸又小，可以看一下屁股吗？头也小，哎呦，超小的耶！最近有骆驼会咬人，你看他的屁股就是看到会女人也会咬人。你看他屁股就是结实，小又结实。那你看两个，小梁哥就是松垮，宽又扁，扁。看到没？小梁哥，小梁哥，你这是怎么跟怎么比呀？这怎么比呀？你还是回正面好了。啊哈，比例非常。那有人要上来 test 一下？还是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我话还没讲完，你怎么就冲出来了？是啊，他们好快啊！我一个人还坐着。对，是哪里？可以是哪里？你在演绎《猛虎出闸》的你看你最满意哪个地方？你摸一下。先讲。先讲嘛，讲，我会让你摸。先讲哪里？这里有小房间吗？后面很多，后面的。哎，托比耶，晒到托比耶，真的，先从是还是要运动男孩？哪里啊？帮你，哎，胸肌吗？胸肌可以摸上啊。不要这个脸啊，这脸怎么了吗？你的脸真的。小飞，臀部。哎呦，臀部可以啊，臀部。可以吗？你臀部。哇。有紧哎，你臀部能动吗？有哎，他臀部有紧哎，哎有紧哎。还有谁想要上来摸摸看？太好了，哇，有你配他身高可以耶。Jack 不舒服可以讲。对对对，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来，破哪边？哎，让你松干净点没了。你喜欢做啊？怎么了？坚持一点好吗？就一碰到皮就我就疼了，而且那你碰到胸肌，他胸肌也会。对啊，也会动哦。干什么？哎，当然会弹，他又不是阴湿路，当然会弹呐。好开心，哥哥有情绪，我没有情绪。他身高很好，他身高非常好。你们等一下一定会尖叫，真的吗？等他面具拿下来之后，好不好？哦，期待一下，可惜这个面具要摘掉。好，别动，过来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！别动，过来怎么样？不是你啊，怎么样？好帅啊！好帅啊！好，就这样。你几岁？哎，很帅耶！对呀，十几岁？23。而且小梁哥，你看看人家的刘海，刘海是不是？你那个根本就已经是。哎，我刚才很好，被这半罐吹燃了，吹完了以后，谁的发型会正常？人家现在这才是继承者嘛，你继承车嘛，你。可以走了，对，差不多。那我们让他走秀一下，好，我们走秀一下试试看，来。很帅耶！哇，怎么好意思呢？然后里面就一条一条的。
要送给你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以为来到了什么地方？我们先讲好，我们等会就在后面的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他后面的没有比他好，就把他留着。不用出来了，就他不用吗？帅也有很帅的。没有哎。哦，你最喜欢你自己的哪里？是背。背啊。背后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很帅 ，sexy， 很性感，好棒哦！就这里，他刚刚是又讲了背一个字，背，那你的中文，你的背肌，来动一下你的背。呜呼！我刚刚有问他为什么他这个这么的有兴趣，他说是一个寺庙里面旁边不是有两个那个门神吗？门神，他一个是左边，一个是右边，他那哥哥。各秀一个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位啦，哈、哦啊，第一位而已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，血压不要那么高。是是好险，今天邱永宁没有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把你们应该爆表。我先把记忆体删一删，等一下。后面还有，对，马上来介绍我们下一位，柯子培，有请。又戴面具，柯子培来自斯洛伐克，身高180，体重82。是的。怎么样？这个身材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如何？是真的壮，是不是？妈妈要心悸了。哎，来嘛来嘛，你干嘛？可以摸吗？体验一下。18年没有摸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钟敏，你回家摸冰块盒好了。摸一下，对啊。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摸你最满意的地方。妈妈害羞，你可以摸着妈妈的手摸你的胸部，快点！啊！眼泪都出来了，妈妈太开心了。哎，为什么柯子培自己看起来也很爽的样子？哎，怎么样？跟钟平哥的差别是？你怎么可以拿一个上等肉跟一个五花肉呀？拿什么比鸡腿啊？好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要遇到他嘛。那你目前最满意他哪个部分？你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他的胸肌真的练得很好，比我都大。C 罩啊 ，C 罩杯就对了 ，C 罩杯对，这是浩然姐这辈子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了。三星，然后怎么觉得？我觉得他也不错，但我觉得他好像有点。很太壮了，我觉得。我跟你讲，拿开他的面具你会吓死。什么叫美国队长？是的，啊，来了，真的，来来来，他的身材是这样，脸是不是长得像美国队长呢？三二二一，你看，就像，他眼睛好深邃哦，对，就是美国队长啊，他眼神好性感，而且他这个脸跟他身材好配哦，是不是？周秀有请，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都刚有看到正面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、他的背肌，我的天哪！来动一下你的后面的肉。哇！有没有超强壮的？他屁股非常强。小狼哥，你没办法了吧？屁股可以动吗？屁股够翘的。屁股要跟 Jack 来来来来来，他的屁股很翘。Jack， 比一下比一下，两个人动一下。留一个，要请来宾们选牌，你们要留哪一个？留 Jack 还是留柯子培？留一个，好，哪一个右？这个是左边，这个是右边。你们来决定。啊，压倒性的胜利！啊 ，I'm sorry， 谢谢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会淘汰美国队长？因为他虽然壮，但有点过壮，而且以身材比例来讲，其实 Jack 的比例是最好，对他的比例啦。是吗？觉得他今天有可能会一直留到最后？有可能，很有可能哦。会这样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后面真是卧虎藏龙啊！真的，来看一下，流程还是要走吧。不好意思，
卧虎藏龙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下一位，有请。欢迎第三位。欢迎李天一。加油！哇，身高174公分，跟体重80公斤。哇哦！哇，台湾代表。这也太壮了。这一位是我今天看过胸部最大，就是有在比赛的吧？我是健美选手。哦，健美选手，那要有多细？你看侧面。嗯哼。比我还细。他对我来说有点太重。你们摆明就想要留 Jack 在现场啊！对啊，而且小杨哥一直挡在前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开啦。哎，这三个你觉得哪一个最壮？你聊嘛。这为什么要喷？我们这边不能。这里是女生的殿堂，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事吗？那你觉得他们三个哪一个最漂亮？这是陷阱题，你不要得罪。哦，小珍是你最漂亮。不要这样子说嘛！我跟你讲，小珍就是外国人的菜，是不是？真的？你怎么还在？Can I see 你屁股？看你的屁股不方便吧？对，因为他很厉害，所以这个答案。啊，他喜欢打屁股，他这样的，对啊，哦，这样的很多哎，刚生完的很多，我可以介绍给你，让你大一倍。谁找他主持的？不是，我们这里不能自己小聊一下。刘江还是要走啊。小珍，你不要难过，明天开始是 Jack 跟我一起主持，再也没有小林哥了。所以太好了。没有，我怕你们这样会不专心，看到我们你会专心在今天的主题。看到你都快要出山了。那我们现在把人面具摘下来，看看要拿下来喽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像不像是那个小伟？就是那个团体，阿伟，阿伟，像不像？阿伟画的。好，来，请走秀。看脸，有点大呀。哇！哎呦，这个腰真的好细哦。他的肌肉。哇，这是什么招？这最准吗？在找什么？哇，哎，飞哥也有这个招哎。好不好？我发现每个来都要打拳。对，刚刚都是选美不是健美的指定的一些动作，全部都是吗？是健美当中。那你从事健美这个活动多久？九年了。九年。对，我以前是非常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是怎么练的？哦，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起来的。哦。我还有带我以前照片。以前的照片一定要看吗？你刚拍大冰啊？啊，真的是哎，他瘦到已经看到肋骨了，有没有？哪有啊？这是肋骨吗？你看下面，有有有有有。那下一张嘞？对对，就是瘦子的样子。哎呦，腿很开哦。你以前是哎，是真的比较细长哎。对对对，真的很没有压力的情况下。小杨哥，你也是有希望的啊。有希望啦，有希望。所以你是练多久练成这样？九年嘛。九年。我大概三年就超过现在这个体重。哦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该左边右边了。对，一样右边，在我这边也是右边。流程还是要走，好不好？左边还是右边？请选择。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到你的位置上坐一下，好不好？哇 ，You are a winner！ 谢谢你为台湾人男人做的贡献。他说他很喜欢你们，因为你们一直选他站在这里。但我们也怕你等下出去会被围殴。好，那马上来看下一位，有请。哎，欢迎孟多，来自日本，身高175，体重70公斤。哟呼，面具好帅。很难得，日本人有这样的身材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真的属于精壮型的。对。你们目前目测，你不要再抖，每个出来都在抖。其实我说真的，你抖比较没感觉，跟美国队长比，你真的比较没感觉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们要来试试看吗？当然了，日本人是这么奇怪。你怎么知道到了大润发试吃的部分？也就我跟他说，今天要吃饱。赞呢，看到没？哎，试试看，有冰块盒的感觉。感觉我比较好奇，这样子跟杰克有的拼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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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能动吗？屁股内有呢，嘿，这个算是这个精壮型啦，哈，没有练得很过分的。那到底他的长相为何？三二一，请看。哇，有像不像日本人的张震？有，像张震，对不对？这个有胡子，我个人有偏见，不好意思。你说嘛，是他剃掉还是家里那个剃掉？当然是他剃掉。那我剃，我要剃掉。还有上气，台哦，他有台哦。上气，台很久，要不走个秀给他们看一下？好。因为很多电影都有找他演出，真的，目前这样子 OK 吗？每一个部分都 OK， 很好。有没有觉得要进行 PK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呢？现在是可以，有一点难度了，没错，开始有难度，是不是？有，那准备喽，牌子请准备好，来来来，我们看杰克是可以继续站在这个位置上呢，还是会有新的卫冕者？对，杰克很累，也可以先走。三二一，请看。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讲一下？为什么？他真的是很就专业取胜，然后身材也是真的一级棒。你干嘛？有过一些回忆。你脸可不可以甘愿一点？我很甘愿。你主持的节目不开心吗？不是，谁留谁走也不关我的事。我只是想说，为什么这一轮有变化？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呢？流程还是要走，流程还是要走。瑶瑶，你觉得呢？瑶瑶，好，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亚洲脸嘛。然后他的身材就是很精壮，但是又不会太过。那杰克不好意思，我从一而终，哎，先上座。很专一的，我知道，我真的难怪跟王中平结婚那么久。对呀，很专一的。好的。那今天黑马出来了啦，哈，梦多到底下一位会不会把他干掉呢？请看下一位，来，艾瑞克有请。来自于身高180，体重78公斤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位我就必须要说，就是我见过胸毛嘛，算蛮多的。对啊，他来自云南。我刚刚听着云岭，哎，我想云南有特别介绍云岭，有看到吗 ？OK， 云南哦，有胸毛。他手表不错哎。对的。今天的主题是身材。我跟你讲，这位男士事业有成。拿下来之后，你们是也会吓到的。把腿长是及格的啦，腿长及格吗？到底是哪一位呢？准备尖叫吧！二一，请看。他也聊太久，后面菜都冷掉了。真的，赶快热身一下，群狗秀。我必须要说，今天的特别来宾出来到现在是第一次安静哦。有没有来到购物台的感觉？是这样吗？购物台的感觉。不过新歌哪里不对吗？因为新歌很好啊。哎，你不喜欢胡子对不对？刮掉，下车了。不是，不要这样嘛，聊一下嘛。不错啦，我们同乡的。对啊，你们都是云南，我妈妈云南啊。她衣服穿错了啦。不是，好好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型男，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们了。佑馨哥，我们会常见面了。没有聊，我没有好好聊。佑馨哥，我们留下那个 WeChat 好好聊嘛。想回家慢慢聊。佑馨哥，那您最满意的地方是？你自己对你自己。我自己其实最满意的地方是胸部，我也许不是在座的男性来宾里面胸部最大，其实以前胸部也练得很大。是。有时候像台湾的李天宇是他一样大，我以前有练到这么大。以前我在三立电视台，之前在三立电台有台拍戏的时候，所有的女性演员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比胸部，丁小姐。哦，而且以前我练到是可以直接拿圆珠笔放在这边直接夹住。其实男演员不能练这么大。对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力量很大的时候，我们穿的西装是非常合身。对。然后穿到以前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耿浩，我们练到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夹不起来，然后走的时候这样子。很乖啊。然后就被制作人说我们练太壮。然后有一次拍戏的时候，达明跟我讲说，演小生哦，不要练这么大。因为西装穿起来会这样，在镜头上面很难看，所以就慢慢尽量让他 keep瘦一点。佑馨哥很赞，好不好？你看他唱歌唱得很厉害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然后演戏也。他现在补这些是？现在走流程吗？对，这样聊一下。佑馨哥还要给我们带来刷牙健胸操。刷牙健胸操，好不好？可以大家示范一下。那通常我在家里刷牙的时候，我会在洗手台边刷牙，会把
脚抬起来，然后这样刷，刷刷刷，刷完之后，其实是一个阿力的刷法，没有，其实对你的臀部是有提臀效果，这样就可以提臀。对，因为如果我们每天拍戏没有时间嘛，没有时间去做运动，那其实你每天这样子早晚的时候抬起来这样刷，会对你的臀部早上抬右边，晚上抬左边，对你的臀部或紧实会提臀效果。一点小 paper， 小梁哥学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，脚抬起来这样子。不，你现在如果洗手台太高的话，就别抬了。哦，好，撕裂伤。那残酷的一刻又到了，对啊，你们好好聊。你们不用做效果，我知道你们心里面都有答案的。不是，拍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展现敬老尊贤。而且我们同乡哎，是不是？对，孩子请准备好，来，预备。再看看杰克，你们就知道你们有多无知。你还说没有带个人情绪？选好了没有？准备了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刘佑兴哥，哇！因为我觉得我很不最后那个是左的，最后那位是左的。哎，不小心怎么了？刚刚你出道多久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题有点不公平、不公正，有带有个人私心。是因为以这样的年纪还能维持这样，很厉害，是不能跟那种年轻的比。对对对，那你说也没什么啊，就是因为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对，就是这个成语而已。了解，我太了解台湾的人间，希望你释怀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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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要麻烦佑兴哥在这边啦。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下一位贾斯汀。第六位贾斯汀，身高185公分，体重80公斤，真精壮，真精壮。来，请下来，谢谢。看不到。哎，林总，我的妈，整个秒掉了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小翠，刚刚说一下。啊！整个扭掉，重来啦，扭掉了啦。对啊，重来，原来重来，先拉出来，比如说这样嘛，好不好？好歹前阵子拉布拉多，好不好？老师，音乐换成你是我的眼，谢谢。我告诉你，老师，你是我的眼。再一阶，再一阶，谢谢。好，好弱，好弱。他怎么了？火大了，火大了。他没有走过阶梯吗？小梁哥的面具罩不住他的脸，那个眼睛对准的地方不一样。好啦，眼睛太小了。而且你，你很下流哎，你连面具都修过。这又不是我弄的，我下流。他本人的眼睛真的大而漂亮。对，戴这个面具真的是委屈他了。谁戴这面具都委屈，好不好？好好聊，好自在哦。我们必须要。例行公事问一下，请问你们对于白斩鸡的身体喜欢吗？那这不是他的腹肌吗？腹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你知道我们今天录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对啊，来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拉高一点点，捕捉一下就好了。你那条是怀孕的线吗？因为他本身属于吃不胖，也没办法练了。他就是精瘦型，对，他就是非常非常的瘦。是，但是要试试看吗？要吗？我儿子都比他壮。那我们直接要来看摘面具了，看面具了哈。三二一，请看。是帅的，可爱的，请走秀。脸是帅的。真的下楼梯要那样子，哎，他也是可爱的，可是啊，就对，好害羞，整个下楼梯扭掉了，开始走秀了，是不一样的功夫哦，怪单功啊，太有趣了，这个人，哎，这个我们早上在玉成公园也看得到啊，哎呦，不一样哦，哇，这样就帅了，他这样就帅了，加分。加分，可是你把这一整段刚刚下楼梯并在一起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？等一下，有点难，很难哎。刚数错牌子吗？怎么会难？怎么会难？瑶瑶，好简单。做到这么久了，人情世故啊，人情老去上瑶后求过。二一，请举牌。我还是觉得佑兴哥真的，是不是？看多好，太会做人了。佑兴哥真的是，你怎么马上翻了？佑兴哥，谢谢你今天来参加这集。对啊，佑兴哥请回座。谢谢。那我们来看下一位，米威有请。来自巴基斯坦，身高174公分，体重75公斤。哇，今
型了，对，就是是不是？而且你们看过那个《欲望城市》电影版第二集，有一种中东神秘色彩的感觉，而且跟那个贾斯汀站起来就黑白配，对，完全不一样的型。你最满意你自己的哪个地方？我最满意我的肩膀，肩膀，有你的肩膀厚度是有了，真的有练，哎，有哎，他那个线条，而且有人想要爆出来，有人想要摸摸看吗？来呀、啊！你的喜欢跟不喜欢的差很多。什么？可以摸哪里都可以。你今天怎么会开心成这样？我爱讲哎，啊不摸白不摸。有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壮、欸，是不是壮？结实爽，而且你的脂肪应该很低哈、哦，脂肪趴数很低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穿迷彩内裤哎。那个现在不用看来了，不用看。不一样的感觉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，请看。帅气啊，青走秀，来，哎呦哎呦，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哇哇，屁股不要下，哇塞，三四，哎呦，厉害耶，好，这个变好加分加分加分。如果我是贾斯汀，我就叫车了我。啊，那这样 OK 吗？车钱太贵了，车钱太贵，他是因为车钱太贵才留在这里。幽默，你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也是这两位要来比拼一下啦。准备好你的牌子，到底哪一位要留下来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谢谢谢谢，你们回座。Thank you。我们最后。哦，就这位听说是压轴的，真的，来自香港的朋友，欢迎 Simon， 身高177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了，哇，哇，来，请到台中央来，谢谢。好像还可以啦，这身材炸弹还 OK， 对，身材炸弹。请问一下 Simon， 你全身最满意的地方是哪里？用笔的就好，不要讲。说话。用笔的。头吗？全身上下都满。提起只要父母给我的，我都喜欢嘛。就叫你不要说话，怎么像啊？你讲话有点像宝师傅。不是，而且他的胸部的位置很奇怪。怎么奇？下下头好凸哦。有点下。骨头很明显的，我一高一低啊！等等等，莫真是我热情也不对吗？其实现在有一种缩肉乳头的手术，有点怪，是他是我今天摸过的胸部最下面的下垂吗？冲！好，来来来，你们来试，有没有没有？我脚有点抽筋。小珍真的很明显，没有抽筋，太现实，是不是很妙？你整个摸下去是不是很妙？对，而且很软的，你有在用力吗？用力，Simon 用力 ，OK。用力，用力，摸一下。我抱持好奇的心。你从上围摸到下围，是不是很妙？用力 ，OK。很妙的触感，真的要去。哎呀，这个围要摸一下。他不知道他是露骨哎，就是很奇怪，它连在一起耶，很妙。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他的真面目啦，哈。一定要吗？真面目一掀开，直接走秀，然后走到那个外面重阳路叫车，直接跟他讲说你要到鹅銮鼻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。可以吗？请看面具，三、二、一。来，请走下。头发好长，再见。出去啦。再见。再见。走了啦，不录了啦。搞什么呢？这个对不对？干嘛呢？不是，他刚刚。割完费，他那个手术费也要付啊！哎，有人叫你眼镜摘下来吗？戴好。I will be back。这也是我见过脸跟身材搭不起来最多的一个。好的。奇怪，我刚才从那个 monitor 一看啊，嘿，真的是一只筷子插了一根贡丸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这个人的比例是不一样。贡丸还聊聊。哎，对啊，而且最厉害是，你们刚才是在买猪肉是吧？哎呀，这点个不好呢，这个三三啊，这阿的摸啊呢，哎，今天来都很壮，谁都换了一个那个不壮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来，好了，讲够长了啦，够长了。你们前面聊了多久？我过来一下就够长。人家不值得聊吗？人家居然不值得聊吗？
我们来进行 PK 了，这个是 OK 了。对了，我说真的啦，这边八个哦，都比你值得了。这还需要进行 PK 吗？ PK 一下啊，不要这样子。节目可以，司令跟赛怎么比？Simon， 不是赛，赛是那个，因为我们让他死心嘛。左边是贾斯汀，右边是 Simon 啊，哈。嗯，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左边贾斯汀，好选的。右边。去做好了，去做好了，这段真的、没有人选呢。OK 了，他们是不是很难抉择？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冷静，冷静。恭喜贾斯汀成为我们今天最强性感型男冠军。刚刚一阵酒池肉林呐、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俩怎么样高啊？差不多了，因为这样导播好带嘛。我以为是因为你的五五身材哎。怎么会呢？站起来比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起码我们也是赢那个刚塞门。好好讲话。好了，不然你可不可以走秀一下，让我们笑一下？好了，塞门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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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刚刚看完这一轮呢、对不对？有没有真的在这个海内外有看过猛男秀的？我们良家妇女怎么会看这种东西呢？我第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，我是跟一群男生的朋友去，然后他们说，哎，晚上带你去看秀，你一定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对，我说好好，我一定要看。他说我让你坐第一排，我说太爽了。我也是坐前面。我说我在台湾，因为刚出道，从来没有坐过第一排看秀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到那个会场，我就这样冲冲冲冲到第一排，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下来，然后就很期待，然后就开始下音乐了。对，下音乐之后呢，就看到两个很精壮的男生走出来，但是很妙，他们身上就是穿着小裤裤，然后带号码牌。我就想说，哇，泰国的猛男秀是还要带号码牌的，然后就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走到我前面之后，我就傻眼了，两个开始互脱裤子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来了。他们是来什么？他们是来碗泡面吗？来了，就直接进行到底了。是不是走错秀了？我觉得我走错秀了，但我后面几个男生朋友叫啊尖叫，开心啊，只差没有放烟火而已。好可怕！请问那几个都是男生吗？全部都男生。但是我第一天在泰国，我后面四天三夜我就再也没有出过泰国饭店，我很受伤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看的我也是看得很难过，而且我看了20个男生是一次出来20个。一出来站一个钟头哎，然后那边都不会消哎。哎，他怎么站？他不会跌倒吗？不是，他们就会一个绕圈圈，然后就走到你面前这样，吊儿郎当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吊儿郎当？然后又再走到他面前就这样，不会消哦。一个钟头都没消哎。那他的一个钟头没有消啊？对，直挺挺的，真的，那就是直挺挺的。你会觉得非常难过，是为什么泰国要靠这个赚钱？因为都很年轻，我就想到我的小孩，我就觉得说，哎。也直接也没有，不是，我想说，不是，我想说跟我们的小孩也是从那里来的，不是，跟我们的孩子也没大到几岁，可是他们却要这样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带号码牌？是因为你这个秀结束之后，他可以跟你走。对，但我比较好奇是，这八位，这七位型，八位就好，八位就好，嘿，这七位型男，为什么你们想要练身体？是因为你们曾经有被另外一半嫌弃过吗？你真的不用回答。如果，在欧洲，如果你的身体不好，那女生对你没有感觉，身材不好，对，没有兴趣，对，她跟你不会说话，这样子。是，那跟女朋友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什么顾虑吗？没有练之前啊，对，很难叫我衣服，对，她女朋友会说。你很瘦，衣服找不到，对，很瘦的时候。哦，太瘦了。哦，因为呢，其实我去日本，我都很难买到衣服，说看衣服很好看，没有啦。可是一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聊气味聊好好的，你干嘛？不是，我说衣服不好买啦，就是说你去那个日本，常常就是袖子太短啦，不然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太短。小梁哥，你觉得讲话这有公信力吗？前面就有一个日本人坐在这，身材这么好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太胖。一针见血，他的布全部钉在这儿。日本就装和声嘛，你听得懂和声吗？我听得懂。但是，其实你这一集可以多讲一点，因为下一集我怕看不到。对不对？日本衣服是不太好，是真的了。因为像我的身体，也就是买不到，就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这边日本人很棒对，然后就是像我的身体在台湾就还好，就是普通的，因为台湾人就是大家会那个健身蛮壮，但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就
因为我在台湾穿 M 号，但是日本的 M 号都真的、啊、很紧不下去，对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贾斯汀最适合去日本买衣服。我的话，没有练的时候，我以前体重才56公斤，好好就是原住民，不要装了你。我56岁啊的时候，都会被种族歧视比较严重，就是那种可能说你是外劳啊，去工地偷懒啊，干嘛的之类的，类似这样子。啊，比较有运动一点，体重有上来，才比较会说，哎、欸，你是混血吗？还是外国人？什么原住民就变没有那么，什么原住民外劳就很少再听到。哦，那你练的时候，不是你都在哪里练？公园吗？哦，有，我最后现在是在健身房，可是在健身房之前，我都在公园练的。哦，那会有人上前来骚扰你什么之类的？啊、哦，有遇过一个很夸张的，我以为只有在日本的电影才会看到的，就是。我可能运动半夜嘛，好，突然一个女生跑过来，她手就比那种握麦克风的动作，问我点头摇头，这样我就然后在有人问你要不要唱歌，在哪个公园啊？对，可能是误会。对，但是我听说过，我有几个型男的男生朋友，他们是真的去健身房健完身之后，去那个洗澡间洗澡的时候，他就有碰过。在男性的洗澡间里面，有人把那个浴帘突然间拉开，然后摸他们的屁股。啊，有听过。你们有碰过这样的状况？因为其实健身房很容易碰到这种事。有很多。你真的假的？你这做效果的吧？最容易是在哪里？蒸汽室，跟如果说牙医生大象敦南分部那边，它有泡的那个池，其实这里面最容易发生。泡的池。然后中山分部哦，烤箱进去地上是黏的。哎呀！真的是黏，不骗你。我都去过啊，这个都去过啊。会不会是沐浴乳打翻了？对啊，谁在烤箱里面手擦沐浴乳？对，那也蛮少的。我之前有遇过的，有一次就是，因为我想说礼貌，哎、欸，又一个男生一直在看我，哎、啊、嗨，我说就是礼貌的嗨，因为我在台湾那时候刚来台湾，就是没有发生过任何这种的问题。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他想要交个朋友，我说我礼貌的嗨，然后就是一直问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是日本哪里来的？怎么样？我说就是礼貌的回答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距离很近，一直在我的旁边，我在翻衣服嘛，练完之后，然后我去那个洗澡，他有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去烤箱，他有坐在我的面对这边对面，然后呢，我在就很尴尬两个人嘛，就开始他有反应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有反应？当然看得出来了嘛、哦，对不起。哇，你很可怕。大的，你干嘛注意他下面？没有了，他的毛巾越来越居高。升博士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对啊，你讲的怎么像志村健的短剧？真的。我们来问一下我们三位女人团，对不对？你们理想的另一半的身材？跟你们自己的身，自己另一半的身材落差有多大？我以前喜欢高的，然后瘦又有点瘦。奇怪，那你结婚怎么会选这一种啊？所以我女儿现在常常跟我说，妈妈哪个男生好帅，我都会跟我女儿说，通常心里想的跟嫁的并不会是同一种。好像。但是我老公我嫁给他的时候，他才27腰哎。那现在呢？72。对，而且我。嫁给我老公的时候，那时候他都会穿那个加高的那个，所以他都跟我说他170几。实际上呢，然后18年来他也从来都跟我说他170几，一直到去年的健康检查，我跟他一起去168，他在我面前量身高，我才跟他说你根本就不是那么高。他说因为他说年纪大男生会缩啊，因为到底现在几公分，会缩，钙质会流失啊。钙质会流失一点，所以真的是哈，说也不可能 说错地方了吧？说也不可能说到6-7公分吧？哦，没有那么啊，那有一点那太夸张了，那是坏掉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那个年代出道的都一定要谎报，身高170就硬要谎报176。对呀、啊，真的，重点是还没到100。瑶瑶呢，应该有一些经验嘛？哦，对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我的话，我会就会。年纪可能还比较，其实会比较喜欢帅哥，然后这些帅哥就会希望说，哎、欸，对方也要是身材很好，所以我一开始都会找这种人。哎、欸，通常，哎、欸，我之前有一阵还找到了，觉得就是说跟我理想的感觉有点接近，就是也是有一点有练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肥，不会觉得他是不好看的。但是我发现男生就是说，当你跟他在一起久了，他后面就开始也都不练了，就是久而久之就发现，哎、欸。以前感觉他这边好像有一点线条，后面怎么好像越来越糊在一起了？对，就越来越模糊。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习惯也不是很好，就可能晚上在那边熬夜，然后早上才
才就是你知道，就是通常吃很多啦，然后又不是早睡早起型的，慢慢就觉得说，哎，他的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后面你开始你觉得有点摸到他肚子，你觉得很像摸到他妈的感觉，就是骂人啊，干嘛？摸到他的妈妈的感觉，就是妈妈就是比较圆圆的嘛，就是你就觉得。那摸起来的感觉已经不是以前一块一块的，有点中年人的感觉。所以你后来跟他分手，是因为他的身材完全走样吗？他身材有点走样，然后可能因为在一起太久了。不能只说男孩子，其实女孩子也会啊。我们交往女孩子的时候，一起洗澡的时候，那身材多好。哇，那你交女朋友出去洗澡，带过一起洗澡嘛？一定会啊，男女朋友一定会洗澡。那个身材多好多，前期腰是腰，胸是胸，臀是臀，腿是腿。大概过一年多之后，不是男的不练，女的也不练。对啊。然后你就看到在一起洗澡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应该在场男性都有经验。比如说我们蹲在那边上厕所，你就看到你女朋友那边洗澡，你就忽然看到臀部也垂了，然后腹部呢跟看到阿嬷一样。再讲一次。我们都没有在练，我跟你讲。而且妆也不化了，头也不洗了，对啊，什么都来了，来一个。来，走过去，你无法平息众怒，你转过去，再转，好，还行啊。我想要问现场六位型男们，你们会不会，因为像现在女生啊，都会挑剔她的男朋友的身材，你们会不会挑剔女朋友的身材？身材，就要保持健康。只要健康就好，你不需要线条。对，你不需要线条，但你要保持健康。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线条。对，但是我都保持健康啊。因为我打的是我不是重量训练。所以你的健康就是你不晒太阳，不练身体。偶尔去跑步啊，可能走楼梯啊。走楼梯这样子。对。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型男们哈。现场这四位女性好了，因为你也看不太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哪一位的身材在你们的国家觉得那是不 OK 的，好不好？小珍，我帮你了，在你们的国家，你们觉得是不 OK 的。哎，你真的手伸就放开没有关系啦，对不对？手放不开，我帮你剪掉。不是这个来得很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是好心，我在帮你，对不对？讲实在的，应该就是中间这位小姐是不 OK 的，因为巴基斯坦的女生普遍骨架真的都蛮大的。她们要么就是那种骨架比较大，是，或者就像瑶瑶小姐这样，就是印度的那种女明星那种感觉。然后其他可能太瘦了，她们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喜欢。我说真的啦，就是衣服就是比较难买，在日本生活的话，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很瘦，你是说谁？对，因为我最近身体有点微恙。对，是我之前我记得你就是本来身材高的嘛，比例也很好，你怎么了？就我身体出问题了，真的，那就 OK 了，就是恢复健康，对，马上就瘦下来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以整体来讲嘛，我觉得瑶瑶。你在 over 了，你看我的身材相当不好、啊。不是，这出去有危险。哦，不开心。对对对。啊？为啥？你说。就是不是我的菜啊，头以上，颈部以上不是、那个型不是我的菜。所以身材是一样的。他说头以上不是他的菜、身材还好。对，他可能不喜欢甜美风的啦。没有没有，他脸型比较长。他刚是宝莱坞哎，他脸型比较长。他是在巴基斯坦受欢迎。对对，可能在云南就不一定了。是啊，我也不是很喜欢看到你。OK 了 OK 的，那以后不要一起发空间。Jack 觉得他的不 OK。我不 OK。六月对不对？澳洲他不 OK。同工还有老公。他有老公，他是我媳妇，你说他不 OK？ 你假设你假装我现在没有结婚，是他，是，你看，我不听完这个说谁啊？这样，你下个礼拜看到我就是这样，对对对，美国队长觉得，我应该说我喜欢的。不，你不喜欢的。那然后他们三个，四个，他们三个不喜欢。瑶瑶喜欢他们三个。对啊，我们比较喜欢比较那个 fit 的感觉的女生，所以瘦瘦的、胖胖的都不 OK。啊，我的话，因为我是美国的南部，所以我们吃的东西比较补一点。所以应该是中间，因为太瘦了。你讲人家，你是瘦的。对，我比他瘦，所以我没有说服力。对，所以像如果我娶一个像他的一个老婆，我阿嬷会很担心。
啊，衣服围你都行。对，而且你又怕看，长很远啊，他想很远，他们难度要很才怕你怕看。对呀，是是是是。哎，那我们台湾代表，像浩然姐这样子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体脂肪比较高的，不见得比小珍还低，因为肌肉量的关系。那我觉得这就是跟健康有关系。我觉得大家到最后应该还是会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是身体健康的，对。所以你也是跟一样，就是身体健康就好。对，其实身体健康，我觉得比什么都还重要。只要人家不嫌弃我，我们就开心了嘛，这也是，对不对？蛮有自知之明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也不错，来来来，鼓个掌，鼓个掌，一个。帅哥是最好的帅哥，真的。各位型男们，你们去用。没有八号，你们去那个游泳池的时候会穿什么样的那个泳裤？四角，对，正常，越小越好，越小越好，越小越好，对，因为看到屁股，四角还好，像内裤一点比较紧，我觉得还 OK。对，哦 ，Jack 呢？三角形，对 ，Speedo， 哇。哇，笑脸呐，他可以啊，他穿三角被赶出去好不好？你讲了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改天我们去游泳池，你看我穿什么？他穿的话就有点猥亵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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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不行。其实我都穿潜水衣啊。好对的。哇，全身那个整个曲线都出来啊！哎呀哎呀，潜水衣啊。我们问一下蒋欣欣。我正常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脚毛太多了。你有脚毛？就我自己觉得太多了。嘿，哦，真的多，真的多。哇，你站起来给镜头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脚毛多哎，哇，哎呀，你他刚裤管一拉起来，喷出来的感觉，太多了。贾斯汀，不要太夸，你以后都要穿短裤，因为这是你唯一证明是男性的地方，男性性感，真的性感，性对我这边都没，都没有，这边也很难长哎。哎呀，楼下很多，楼上没。那台湾代表嘞？哦，我会穿三角。三角 OK 的啦 ，OK 啊，健身的，大腿比较粗，那大腿其实跟大腿其实中间会贴到，那如果是四角的话，就会磨那个裤子，那其实就会不舒服。我比较低调一点，我是正常穿四角的，可能快到膝盖那种，就长的四角，想好好的游泳，像马虎这样，对。我也是，我刚戴一样，因为我不想被污秽，就是都冲浪裤那一种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怎么不问一下白云哥，你车到了没？没有，不是，可以先问你嘛，先问你。我已经说过，我穿潜水衣的。啊，这边的他都是不穿的。我可以吗？穿三角。你也穿三角，拿出来看一下，展示一下。拿出来吗？有洗吗？当然有洗。哇塞！哇，这好亮的颜色哦。漂了吧？天哪，这个也是夺人目光的。他搭高铁就穿这个颜色，而且这裤子最好是后面有没有透明的？透明。两股之间是透明的，对，排水线，好像女生的透明还是破洞，这是排水线，因为我们游泳上来的时候不是会水这边会有一包，有没有？那你有这两股之间有排水线的话，直接水从这边直接排。哎，真的哎，哎，这个其实是一般选手在穿的游泳裤。没有想到你会穿，因为男生一般都选黑色。蓝色或是灰色、深蓝色。这一条其实是有历史的，这条曾经在高铁开在友台八点档的时候，穿这条。这个收视率啊，直接下滑。讲得好啊！然后后来，那这两条，我们当时在拍友台八点档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知道隔天有游泳池的戏，然后所有整个工程班的女性同仁就开始票选说，这两条选哪一条？最后小菊胜出，一票之差。就后来到隔一档的时候呢，然后大家所有的女性同仁就说，那佑馨哥，你可以不要再穿小菊或是小绿了。我说好，那就为了这个的，我又去买了两条，小黑跟小白，然后跟连静文吧，白的跟黑的嘛，就我就想说啊，跟连静文一起拍，我想说那就小白好了，纯洁一点，就没想到播出之后，所有的这些乡民就上网去说，怎么那个马佑馨好像穿了一条内裤在泳池旁边走来走去，男生是真的很不适合穿白色的泳裤，对啊，而且你们有人穿白色的泳裤吗？我曾经穿过，但是都变黄了，你想问你，内裤还要变黄吧？那是内裤吧？对啦对啦对啦，你这一集是完全被羞辱。福利大放送，我们心跳的时刻到了。刚刚三位的女人团呢，都要求说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型男们来一些近距离的接触？是在讲的是这七位型男。好，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但是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我们是用抽签来决定。哇哦，很危险，因为自己抽的嘛，怨不得别人啊，对不对？第一位，那我的签已经拿起来了吗？你没有，你的签从头到尾都没有在里面。你的签已经去金炉化掉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没事的，那没事的。好的，第一位瑶瑶麻烦。我看偷看一下嘛，我实在不想抽到白云哥。哦，把白云哥化掉了。有时候吸引力法。你想要抽谁？日本的朋友不错。木多真的还假的？因为我喜欢亚洲人的脸、啊。你喜欢日本料理吗？你不用选亚洲人的脸啊。对啊，难道我就像啊？米威，米威。当然了，你看那瑶瑶的手上呢，戴了呢，就是有脉搏侦测器，好不好？那到底在他们心跳接触的过程之中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现在已经102了，开心啊！真的假的？102了。对对对对对。荡下来，荡下来。那我要干嘛？请坐，什么都不要动，好不好？坐着好好享受就好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不能动手，也不能动脚，只能塞小费，不然的话保镖就来了，好吗？老师，音乐请下。怎么把人降低了？变七十七了？我好害怕！我好害怕你了！等下怎么一直降低啊？对啊，瑶瑶你还好吗？瑶瑶，我们等下跳下去过去。78，好可怕！兄弟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哎，刚本来破百的，这一轮过后变成78，我好想要叫别人来试试看哦。怎么会这样？可以叫杰克来试试看。要换日本来试试看，感觉不对吗？不是，梦多梦多啊，太主动，太主动，我有点吓到。你要慢慢引导他啦。梦多，你出来试试看。他已经心有所属，喜欢。对对对对，日本来一下嘛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就不要跳，站在旁边就好，看他怎么。我们是在测试机器啊，看他怎么跳。90兴奋的小鹿乱跳，我来搂着腰就好，搂着腰，搂着腰。不如麦雪三，音乐请下。要真的手摸一下，手摸一下，手摸一下。他的菜了，他的菜了。哦，好好，一直维持高档，高档哦。多少？多少？没有，根本还没有跳就96了。哇塞！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。我多把他的手放你的胸部上。试试看，破百，往下滑，往下滑，往下滑，102，腹肌，腹肌，腹肌，啊，太主动了，太主动了，腹肌下面的肌，再往下，这样捧着你，谢谢观众。就像瑶瑶讲的，真的不能太主动，真的，因为他手一开始摸的时候，心跳就开始下降。真的吗？对，吓到。对，比较害怕太主动的男生。哦，他比较喜欢他自己主动。好的，下一位苦守寒窑18年，于浩然姐姐。我们先测试一下，哎，测试怎么样？安哥来，你摸一下浩然姐。我也是喜欢不要太主动的。是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浩然姐有什么需求？心跳有变吗？有没有心跳整个荡下来了吧？91，这样你都有91，这样有91，你太随便了吧你？91，啊，你这都是波鱼黑马赫马的，刚心跳70，他91耶，随便啊！换下白云哥，换下白云哥，你们原谅我，结婚18年了，不要再讲话了。白云哥，你都91了，快来，快点！我跟你讲，125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不起你。你十八年只有看过一只，懂不懂？白云是你的菜，下降了没？很少有人看到白云哥会中风的，因为你会爆血管哦。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原来白云哥是你的菜哦。目前最高纪录白云哥130，130，没想到已经超速了，但是还是要来抽一下。难怪刚才白云哥出来是浩然姐都没有说话啊。人家害羞嘛，18年没碰过别的男人的身体。哇，那你真是姚桂桃哦。哎呦。哦，哇哦 ，Jack， 千王 Jack。18年人气山雅的于浩然即将首度大挺进。
我先冷静，准备开始了，九十几了。老师，音乐请下，谢谢。哇，这很快耶！对，一杯油都出来了，还在叫。我还滴油啊！要做油压，要滴什么东西？我滴油。鬼入境的这样子，如果白云哥来帮我，你很贴心哎，帮你擦油。对啊，阿兰姐有什么样的问题吗？舒服吗？哇，还是喜欢白云哥那一种？今天酬劳不用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一开始我就选他，是，而且你知道我刚为什么白云哥？就是我一开始让他来的话，我可能会到200。哎呦，那你不是躺在那边的，我们会吓死的，不行啊！刚刚叫是开心的叫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听得出来。像我们坐云霄飞车，其实你不要出来，不要解释，都中平哥听得出来就好了。对啊对啊，好，那谢谢浩然姐，哇，厉害厉害。下一位千王之王胡盈真有请。对，你那么主动啊？可是你对啊，而且目前的心跳63，好像刚烧完青筋过来的。平静。哎，赶快抽。没有，已经是平静。心如止水，我懂。请抽。心如止水。哎，都检查。还有几个选择？你告诉我。哦，六个。美国。哦，还有六个。白胆鸡，贾斯汀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喜欢贾斯汀？你很棒啊。谁？谁？谁讲？谁？白云，你不是说我的东西竟然是坏掉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我香港尖沙咀 Simon。我连计程车来了，我走了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来打的，你走，你走，打的还没来啊？出去，出去，哈，出去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告诉你啊。可是快点80，哎，你还是生气7-81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把他那个弄到我这边，换我很生气，当到我的心情上达到目的。而且你是第一个拒跳想要走出去的人。哎，对呀，是你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那也只有跳楼。老师，音乐进来。要有招哦，好不好？要有招。一方全都我来存，谢谢。这么多吗？为什么轮到你跳？不是，那就是你幸运的所在嘛。刚刚小子，刚刚小子来说，我是有做错什么事吗？我想要问型男们啊，你们有没有因为健身之后，然后女人缘就变得非常好？其实我是瘦身的，我真的没有在。你的车载不来，我亲自送去了。哎、欸，会不会他这个车子真的半路趴马了？不然我等了好久。真的。好，那你讲，王丽讲，有没有因为你现在瘦下来之后，女人缘变好？其实啊，很多女生看到啊，其实我不习惯你，但是你以前比较可爱。但是我时常会讲说，以前我可爱的时候仅止于可爱，但是呢，他现在看到我有点可恨。为什么可恨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说，他有一点对我们有一点喜欢，一点点程度，一点点就不要多。
跳多，不然心跳不会到130的、啊，你相信我。OK， 好，其实哦，多少哈、哦，男生太胖跟太瘦，你说胖的时候真的爱我们，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真爱或什么，我觉得那个都还好。其实就是健康了。我现在的身体当然比我之前的那个胖的时候更健康一点。对，就是比较那么不容易累啊。不然开玩笑，你们这一个半钟头，我聊到20分钟我就睡着了。哎，对不对？我之前那样的话，我早就睡啦。台湾代表，你觉得真的有差别吗？FB 在人气上的话，会就是会增加会比较快一点啦。那当然也会吸引一些特殊族群啊，哎呀，会招蜂引蝶就对了啦。啊，子培呢？你在运动健身房的时候，会旁边最觉得女孩子越来越多吗？我没错，我在健身房的跑步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生在我的旁边忙跑，然后她一直看着我，她不敢说话，可是一直看着我。然后我问她：“你常来吗？你常来运动吗？”她说：“一个礼拜一次而已，这样子。”那我说我每天来，每天晚上在这里健身。那从那个时候，我每天看到她，每天看到她在我的旁边跑步，可是她还是不敢说话，这样子就是。那个时候的没怎么运动，仰慕在心中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我的运动现在都是犬类的，就是功夫啊，可能拳击啊。所以不没有重量的训练，但是我最近有在开始。我觉得你要试试看重量的训练。对，最近有开始。我说老实话，里面最吃香的在台北应该会是摩托最吃香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就是他的型会让人家亚洲第一，亚洲脸孔。然后第二他身高又刚好、uh-huh. 然后第三他又不是太大只，所以其实女生对他会没有戒心、啊、你不是不喜欢有胡须的？不是，他喜欢有胡须的。我说亚洲他喜欢的，他喜欢有胡须的、就是、对啊，比如说像 Jack 或是子培或是就是对的，就台湾脸孔的也是，就是原住民也是，嗯，就是外国脸孔女生没有，你们两个没有，等一下另外聊吧。其他外国脸孔女生会害怕说会不会英文程度不够好，或是没办法聊。可是像亚洲的脸孔，他们就真的比较吃香。那你有碰过女生想要这样？有，很多吗？有，一两次啦，在就是在夜店嘛，在那边，在我在吧台。然后所以旁边的一个女生就是，明明就知道那旁边的女生就是一直在靠近，然后在喝酒。但是我跟 bartender 朋友聊天，然后那么多人，那个女生一直在靠过来靠过来，因为我这样讲话，女生已经贴到我的后面，我知道她的意思，然后说就是要还是礼貌啊，你要喝什么吗什么的之类的，对，然后说哎，我好像看过你什么的、啊，我心里想说。在哪一个日本的工作被里面看过我？结果是，哎，就摸，然后就是因为我男生嘛，就是不能太拒绝他啊，对，结果他摸到下面去耶，啊，我要直接抓，不行不行，抓手，抓手菜呀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他喝醉了吗？啊，他喝醉了？没有哎，其实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其实哈、哦，保持良好的体态是会增加桃花源。对，你知道了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没事还是要练一下。是，除了呢人缘好之外，对自己身体健康也很重要。健康很重要，健康重要啦。因为你说保持外面的体态会有桃花多，我看他这样桃花也很多啊，所以就不用再练了，是不是？就健康。所以有的不是靠身材啦，好不好？至于我是靠什么？可怜，不靠身材。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讲 YouTube 频道，最新影片随你看，精彩内容不漏接。